新闻深深红红。记者已经挺近距离爆发事故现场还有一公里远的距离，透过画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在整个高架桥下的货柜连接车的停车场呢，这里面所有的车辆可以说是整个车窗玻璃全部被爆炸威力所震碎，可以说是满目疮痍，惨不忍睹，可以想见爆炸当时威力是有多惊人。而根据大陆媒体报道，当时在第二次爆炸的时候威力最强，而相当于它的威力呢，相当于有21吨 TNT 炸药那么的强，所以可以看到所有的车辆全部无一幸免。而我们知道，整起爆炸事故到现在已经造成400余人的死伤，而这样的数字可能还会在持续的增加当中。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向天津台办求证，是没有任何台湾人或是台商在这一次的爆炸当中受到波及。而我们知道，整个爆炸呢，由于现场堆放了许多大量的易燃化学物品，空气中呢是弥漫着些许刺鼻的化学药剂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必须要戴上口罩，并尽速撤离现场事发地区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。